球接力比赛第一年级组第一名一言丁班，耶、yeah! ！好，请上台。第二名及一年五班，耶、yeah! ！第三名一年甲班。那个第一年级啊，好吧，那个理事长继续吧。虽然你在他你们儿子的班级没有得奖。好，来直接颁奖，来直接给你颁奖。小林新轩第一次捧龙球比赛，那颗龙球可能比他还要个人还要大一些哦，滚起来还挺有趣的。那个没有关系，不要弄鸟。
三年级开始就会做了很多的那个道具，很棒。来，往前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三年级班靠近一点，看过这个。好，三角往前一点点，三角往前，三角往前，对对对，往前往前。好，来往前一点才叫得到像啊！你站在这里来，好，把你拿高一点。好，很开心的小朋友，来注意前面的摄影师以及老师啊，老师要帮你们拍照留念啊，这是难得的镜头哦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。开心就好。好，三年级的小朋友，谢谢你们。他抢镜了。三年级实在太抢镜了，我们不想要跟谁照相，每个都可以照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班上的是四年级组大队接力的名次，第一名是天火。哦，没有啦，第一名是六年五班。
好，你靠脚勾，他也很聪明。好，来，第二名是六乙，第三名是六年顶班。好，请六年顶班上台。好吧，这个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奖项啊，我想还是校长自己来颁好了。在国小生涯里面最后一次的大队接力，非常的精彩，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去拍照留念国小生涯中最后一次的运动会。有章啊，下部位之后，我们大合唱我们的校歌，然后圆满结束我们120周年的校庆。小朋友举起精神啊，来，举手举起。